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要来盖一间末日风格的房屋。上次我们不是鬼奇小镇资料片出了之后，有一些比较末日感的、比较颓废感的一些装饰道具吗？还有些材质，所以就想说我要来盖一间末日风格的建筑。那让我联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末日列车，末日的这种火车吗？这种车厢的感觉的房子。其实我超喜欢盖这种末日感，或者是这种比较颓废、比较忧伤感、死亡感的房屋啊。我觉得有一种极静的美感吧，或者是死亡美感吗？有一种让人心情很平静的感觉，意外的疗愈。好，可能疗愈点比较奇怪一点，但是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末日风格的东西。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样风格的建筑，就是这种废墟感、末日风格的建筑。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按个赞哦，会让我知道你们喜欢。那未来的话，我可能也会再盖一些其他的这种废墟感、末日风格的房屋。这次我们盖的是列车嘛，之后我们再来盖其他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帮我按个赞哦。看我们这部影片能不能到达213个赞，好不好？为什么是213呢？我不知道啊，这个数字突然跑到我的头脑里。好，那像可以看到我们的列车的一个大概的型出来了，就是我盖了两节车厢，然后外面的外墙用的是这个铁皮的材质。这个铁皮的材质我觉得超喜欢的，有那种逼真感。那前面是我们的车头的部分，车头的话我下面放了几个铁片，这样看起来有那种就是那种比较复古的火车前面不是都有那种铁片的底下吗？我不太会形容啊，可是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对，所以放了三个铁片在前面，那个是火车头的地方，然后前面盖了一个好像轨道的地方，我用那个围栏弄那个轨道，然后像旁边这里我放了一个小的平台，因为我希望看起来比较有一点层次感吧。对，因为火车旁边通常会有一些道路嘛，或者有一些比较残留的月台啊，虽然说大部分月台应该已经消失了，因为是末日，很多东西应该已经不见了，可是应该只有残留一部分的月台，所以盖个小平台。然后像我们盖这个小水洼是好像积水的感觉吧，因为这种末日的地方地面可能有点凹凸不平，所以下雨的话应该蛮容易积水的，所以我盖了一些这种小的凹槽，里面放一些好像很泥泞感觉的水吧，放这种看起来脏脏的水，有一种好像下雨的时候积水的那种样子吧，稍微会反射点光芒，可是也不会说太详细，不会太显眼。那这次这个房子的一个整体风格走的是一个颓废死亡极尽美感，所以东西看起来会比较脏一些。那我希望整体的风格看起来是比较写实的，比较灰暗写实的感觉。这一次这个末日列车房屋周围我也装饰了很多的植物，因为通常啊这种废墟其实它只要废弃了一阵子，这地方就被大自然占领嘛，大自然终究还是会反扑的。对，所以就是这里应该长出了很多杂草啊，有些树木的废墟啊，这些所放了超多的树木还有植物。那像你看到我又盖了一个小水洼，因为这地方感觉会积水啊，这属于比较低洼的地区嘛。那这次这个房子啊，我用了墙壁全部都是鬼奇小镇资料片出的那个铁皮屋墙壁，因为我觉得那个墙壁真的是太适合了，所以里面跟外面我都是用那个大浪的铁皮屋。然后像旁边这里我盖一个好像原本的候车台地方吗，一个小的算是露台吧，可能原本在废弃之前它是一个等车的月台吗，可能是，可是现在它已经不是那么完整了，已经有点废墟感，还保留一部分，大部分已经消失不见，那中间可能已经被树木侵蚀了，已经被长进各种植物了。那这个露台上我也稍微的布置了一下，可是没有说放太多东西，因为放太多东西的话看起来会有点太生机蓬勃的感觉嘛，所以我就放了一个那个废弃的浴缸，长满植物的浴缸，还放了一个木头的桌子跟个小的烤肉架，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看起来不要太生机蓬勃的感觉吧，就失去这里原本的主题感了。好，那外部我们大致上布置完毕了，最后还要再加一点，我们先来布置我们的内部吧。我们的内部我们先来干我们的厨房，我们不是有两节车厢吗，我们前面这一节是我们的厨房，我们餐厅和我们的客厅，那后面那一节会是我们的卧室，
这房子其实虽然说还蛮小的，可是它是两房两厅啊，还不错对不对？然后还有间厕所。这间房子内部装潢风格，我就是让它看起来有那种末日感吧，末日的颓废感，死气沉沉的感觉，可是同时有一种即使是末日，住在里面的人还是很努力的在生存着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里面我用的一个样式看起来是比较脏的感觉吧，比较破旧感，可是同时有一点我希望看起来是里面的人有在经营，有一点点温馨感吧，虽然说没有很温馨了，因为还是要保留它的全部的一个主题感。那我觉得末日这种题材为什么吸引人，其实不光是它这个末日的题材本身的这种刺激性，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啊，在末日这种情况下是怎样的努力的去挣扎，努力的去生存，还有在这种没有法治的社会情况下，人性还能残存多少。我觉得这都是末日的这种题材吸引人的地方。所以这间房子的内部，我也希望它能传达出这种即使是在末日，人类还是在努力挣扎着，努力存活，努力的生活这样的感觉。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在这个房子的门外放那个超大型的，那个是钢筋吗？还是铁架倒地的那个东西？那个是之前的《星梦起飞》资料片里面的一个道具，拍戏的道具。那我后来突然想到啊，对，那个时候《星梦》那些戏服道具啊，超适合布置在这里的，所以就把那个倒塌的钢筋放门口了，感觉蛮适合这个整个氛围，还有整个主题感吧。那我们就是布置我们内部，我们内部我就是墙壁上放了一些脏东西，因为我希望墙壁看起来是比较破旧的，有点年代岁月吗？有点废墟感吧，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火车应该是原本是一个废墟，只不过可能被几个人找到了，他们就把这个废墟改造一下，变成自己的家，这样的感觉的一个地方。所以里面的一些墙壁啊、铁皮应该是稍微比较脏一点，比较破旧感的。那我们的客厅还有厨房还有餐厅大致上布置完毕了，我们来开始布置我们后面这一节车厢吧。后面这节车厢就是我们的两间卧室还有个厕所，那在旁边一个角落我会放个电脑，所以其实这个家看起来是很小啦，可是其实该有东西应有尽有，它不只是有淋浴间还有浴缸啊，其实还不错。好，那这间房间我放了两张单人床，我放了那个有点军装风格的床吗？军事风格的床，我觉得蛮酷的。然后旁边的桌子上，我放了一个合照，大家有看到吗？右边那个桌子上面放的是一个团体合照，可能是末日来临之前他跟他的朋友的合照，或者他跟他家人的合照，然后凭着这个照片支撑着自己的信念这样。然后旁边放了那个很像点滴的吊灯吗？我觉得也是蛮酷的。然后放一点东西。那这个房间呢，虽然说看起来是比较颓废感的，比较破旧，可是里面还是要稍微布置一下，因为像前面提到嘛，我希望这个家看起来是即使是在末日，里面住的人还是尽力想要把看起来有个家的感觉，有经营的。好吧，那我们再去布置我们的墙壁咯，我放一些小海报啊东西，可是没有放太多。然后像左边这里是我们的厕所，厕所里面用了那个看起来比较肮脏感的浴缸，那个浴缸也是鬼泣小镇的东西，然后旁边放了一个比较简陋的洗手台，还有个架子，然后放个小的盆栽装饰。那最后我们再来布置我们最后一间卧室，这个家就盖完了。那我觉得啊，盖这种末日主题的房屋真的很好玩啊，又会用到一些以前比较不常用到的道具。虽然说之前我也有盖一些比较颓废感的建筑啦，像我们黑寡妇 Angel 的地下室嘛，还有之前的废弃精神病院这类的地方，可是有一阵子没有盖了，所以现在再来盖还是觉得很新鲜有趣超好玩的。那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对未来我可以盖什么样的末日风格的建筑的话，都可以跟我说。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希望按个赞哦，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还有不要忘记订阅，已经有订阅的话可以开启铃铛就可以收到通知了。那后面还有一些截图，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